现在左边那个锁骨上面那个跳痛，一跳一跳的痛，一跳就是痛，哎，我又看到那个青蛙了啊，现在趴在那边，趴在那边，那个颜色很绿很绿啊，趴在那边，趴在那边，趴在那边，原来那个是趴在一个荷叶上面啊，像那趴在荷叶上面啊，好像那个很气馁的样子啊，趴在那边。趴在那边，趴在那边，眼珠子那边还流着眼泪掉在那个荷叶上面啊。他醒来一看，原来他做了梦啊，连做梦都想到外星人岛上去啊，连做梦都到外星人岛上去啊，连做梦都到外星人岛上去。他想，看着这辈子啊，也不知道能不能。去到外星岛上啊，这辈子能不能到那个外星岛上？他心里一直想着，为什么大师一直不跟我去那个外星岛上啊？为什么大师一直不跟我上外星岛上？为什么大师一直不跟我上外星岛上？应该来说。凭关系的话，我们关系挺好的啊，关系挺好的。他为什么一直不答应我去啊？一直不答应我去啊？然后那个青蛙，就眼泪就掉在那个荷叶上面啊。然后一想，是不是我太穷了啊？没看上我。然后心又不高兴了啊，又不高兴了。牙齿一咬，又想着，什么时候把我叔叔给杀了以后，我就可以把这个钱拿回来了啊。那个愤怒又开始了想把那个叔叔给杀了一个，拿钱拿回来，我就有钱去外星岛上了。哎，他心里这样想啊，心里这样想啊，哎呀，那个时代你直到今天还没搞明白，那个外星人岛啊，是外星人来管，你要时时刻刻按照他的思路去走，他就不会找你麻烦。你现在叫你不要干什么，你偏要干什么的话。那谁敢让你去啊？有好多规矩啊，外星有好多规矩啊。我同你说的那些话，哪个能做，哪个不能做，哪个能做，哪个不能做，我基本上就是外星人的想法，我告诉你了呀。你完全不信的，谁敢掌控你啊？本来还有个想法让你，让你过去，或者让你找点事情给你看看。你越来越不正常，越来越不跟正常，越来越怕你，越来越不怕你，每个人都怕你。现在地球人几乎到了每个地球人都怕你的程度啊！你。到了每个人，地球人都怕你程度啊！知道你这个情况的话，每个人地球人都怕你。到时候你跑到哪里，你即使没到那边，一年乱拉，到时候拉了一个陨石过来，梗一下子砸到地球上面，把那个地球给砸碎了，也是碎成几半了。大家都着急啊，都着急啊！你这个，你这样的状况，谁都怕你啊！不要说你说引到那个岛上去了，人家如果在。再找个几年呢？看农村里边，一听说哪个，晦气的人呢，或者哪个人会带来了那个不幸的啊，带来不幸气，或者运气不好的人家，人家拿了刀子就轻巧砍，直接把他的直接就砍了啊，直接就砍了。人家现在只是说，没敢吱声的，大家都吓得那个，那个人家说，什么到了河洛口啊什么之类的啊，人家都害怕。你到时候什么一个大树神经的那个一年一拉，一年一拉以后根一口炸掉了，一口，根一下子把那个地球给毁了，人家都怕啊，倒不是说，说你有什么多大的能力，但是呢，从听白的那个仔细看下来，确实都发生了这个事情了，确实发生了这个事情了，而且那个。你有的时候你自己不承认，那个你把一个魔鬼吸引过来了，魔在你身上就是倒了，就倒了。而且我在听排长他讲过了一个，人呐、吹牛啊会吹出疾病来了，你拼命吹牛，拼命吹牛，拼命吹牛，因为你吹牛吹得太大了，吹牛吹得太大以后，你远远超过了常人能讲的，你这个人说的，煤炭粮食产量1万斤。那一个是粮食产量每亩2万斤，那个3万斤、4万斤、5万斤、6万斤、7万斤，这个人家看上去说那个有7万斤的话，哎，
人家把他看中了，看中了，你既然能够把粮食产量搞到7万斤的话，行了，你这么厉害，你过来来当总理吧，你来当总理吧，人家你当真了啊，人家当真了，就像那个魔鬼听到这个说你能够这么大能力的，你的能力都比人家强啊，你看能够造什么岛，能造什么岛，能造什么岛，这么一搞的话，当然这个知道造是最近的事情了啊。以前就一直听你吹牛这么厉害，这么厉害，那个魔鬼就一直跟着你，哎，你这么厉害的就，哎，就是跟着你可以控制这个世界了。然后这个魔一来一个，然后更放大了你这个想法啊，这个就想到了无边无际，无边无际，那个现实和，和那个理想也好啊，同那临界也好，你完全已经脱节了啊，已经完全断开了，完全脱节了。所以说出来的话，人家都看了都笑啊。尤其是以前那个您跟在我那个留言呢，我一开始我不好意思说，后来人家好多人出来抗议了，搞到这个我都脸上挂不住了，这个就叫了上了。所以你自己没意识到这个事情，到了今天还说要造岛的事情，造岛两个字，你以后提也不要提了啊，提也不要提，你岛字也不要提了啊，你一听说造，一听说岛，人家都怕你了啊。你说你有造岛能力，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有造岛能力，包括我也没有啊。我从来没说我又能够造岛，我的标题也写，文章标题也写得好，心情组织外星人移山，外星人造岛啊，然后后面说叫我帮他们，在人间管理一下而已啊，我是管理者，不是造岛者啊。你现在牛到了造岛的程度，你说只是世界上或者宇宙里边，至少我们这个地球上还有人能有你这么高的水平呢？没有第二个人有你这样的水平呢。那么没有第二个人这样的水平的话，那个魔鬼一看你最牛，那么你最牛就牛，好，魔鬼就跟上你了啊，魔鬼搞得跟上你。你说造一个岛要你造一个日本大小的，那魔鬼想啊，这么小一个岛你管什么用啊，你至少造俄罗斯那么大啊，现在搞到最后这个造要造俄罗斯那么大的岛，到底是你在造呢还是魔鬼想造呢？这个你就脑子一片糊涂啊，根本不是常人的想法了。你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你哎，就是没办法过得不是正常生活啊，被魔控制住了。好不容易昨天，最近几天那个把你水分挤掉以后，哦，一看，哎，就几根稻草嘛，就稻草做的背景嘛，看见没有那些东西嘛，哎。这个把那个气的那个魔鬼一看上当了，听了你的吹牛，看来那个说了大话，这个气的走了，好不容易魔鬼走了，你今天还告诉我要造岛的事啊？你今天还给我发邮件还是什么？反正我今天还是看到你造岛两个字，你个闭嘴！你造岛两岛的提都不用提了，你一听说造岛的话，别人没有这个能力造岛，你又没有这个能力造岛，那魔鬼又来了。魔鬼又来了，又附到你身上了。这次好不容易把他骗走了以后，你下次就没那么容易的事情了啊，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了。你看多少时间耗在里面呢？以后脑袋正常一点，你说话有脑子，写东西有脑子，想好了，你是个常人，没有这个能力。你如果再吹牛说有这个能力的话，魔鬼又来了，他要找一个能力超强的人。你听你嘴巴里讲，那个魔鬼当真了啊！这个魔鬼走了，下个魔鬼说不定，又看上你了啊！又看上你了，说不定又看上你了。你看我哪个时刻我告诉人家，我有这个能力造岛的？你看那个报纸上讲的那个题目，报纸上讲的东西。你看看啊，外星人正在太平洋建基地岛。哦，外星人啊，不是我啊，不是我，你不要搞错了啊，你不要搞错了。你抢了，到时候抢了外星人魔头那风头的话，不担心魔鬼来找你，到时候外星人也可能来找你啊。我从来没说我造岛啊，那个飞碟啊，正在干什么什么。根本不是我在做啊，你不要搞错了啊。
好在我没这个想法。我现在对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一直想外星人在找干什么干什么。假如说人间，比如说我在找到哦，下几个例子，比如说我在找到师傅在找到，然后一个徒弟在那边，哎，徒弟说我要超过我的师傅，如果师傅死了呢，也就拉倒了；如果活着的时候，这个师傅还会带你吧？啊，说的不好听，说不定那师傅就直接把你干掉了。你我师傅还活着的时候，你就有这个想法的。一般的人，人家说住徒弟的话，要几年蒙在那不声不响啊，不声不响要学点技术什么之类的。你什么也没学到情况下，这牛逼哄哄，天天在喊这个事情。真的有师傅的话，师傅也容不了你。另外一个，我前阵子看到个笑话啊，推特上看到个笑话，说讲什么呢？那个班上有个人成绩最差，拖了那个班里的后腿啊，拖了班里的后腿以后呢，后来呢，老师要想办法，不然呢，我自己这个班有人拖了后腿以后，成绩就不好的了，成绩上不去啊，也影响自己整个班上。然后呢，那个老师安排这个成绩最差的那个人呢，从班上成绩最好的那人坐在同桌的人呢，也比较大方啊，反正也比较大方。考试的时候，基本上你要抄我卷子考卷，你随便你抄啊，那也没话讲，没话讲。最后呢，就得了第二名啊，几次第二名以后呢，那些那个家长问那个人，你怎么学习的？哎，怎么样？然后其他问他的是个那个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你未来打算怎么样？哎，那个人说，我要争取当第一名。哎，这就是弯道超车，想法一样的啊，要当第一名。你不想想，你这个第二名都是抄来的。你要想当第一名呐，行呐，你当第一名呐。好，下次啊，考试的时候不让他抄了，然后又回到了倒数第一名，听懂了吧？天天牛逼哄哄，我要搞什么？我说的不好听点，我都自己都没有说赵导有这个能力，有那个能力。你天天给我发这些邮件过来，要告诉我要干什么，要干什么，是不是在向我要示威啊？好在我在没在计较这些，但是我怕引来外力什么之类，引来那个魔什么之类的啊，这个都害怕啊。你天天向我发这些，好意思吧？我自己都没说有造造能力，搞造造能力，我只是说外星人能干这个事情，我把那个话传给人间而已。你现在要造个岛，要造到俄罗斯那么大的岛，你是不是在向我示威啊？那如果换了一个其他人，真的那个什么师傅带徒弟的话，一听说你又这样的，啪一下子把你砍了。就像那个人说，本来跟他抄的成绩本来是倒数第一名，老师安排了在那个第一名的旁边坐着那个人呢，也就随便让他抄，他自己牛逼哄哄要说，我下个目标要得第一名，好吧，你要得第一名了，人家不让你抄了，又回到了那倒数第一名，就这个样子啊，你自己吸取这教训，啊，要学正常一点啊，人呢学正常一点，你不要那个老是吹牛啊，你现在你如果再吹牛的话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啊，我就告诉你啊。我第一次跟您拍的时候，我已经反复强调了，你那个精神分裂症哪是吹牛吹出来的病啊！我第一次就告诉你了，到今天为止都没变过。如果你再吹牛的话，接下来那个病又发了啊！这个发病呢，就是魔鬼过来了，魔过来了啊，魔到你身上来了，然后你同魔在一起搞这个事情，就不分天高地厚的在说这个事啊！所以啊，你自己好好的想想啊，不要天花乱坠，不要向我示威啊！你那个造到几个字，不要再同我提起。你造到这个提都不要向我提起，我根本没有说我在造到，是外星人在造到啊！你如果想从外星人去 PK 去的话，你眼睛也看不见，他们一下子不要。如果他们想把你干掉的话，非常容易啊！你说话谨慎一点啊！你向外星人示威啊，一下子被他干掉了。我现在告诉你啊，就这样了啊，再见啊！